臀线我摸一下，你看它白嫩嫩的，它好漂亮啊！这个送你，你跟叔叔回家，我带你到那边有一个民俗公园，听说有一个很好玩的溜滑梯耶，好不好？放心，我等一下玩完，我就带你回家去找你的爸爸妈妈的，可以吗，小朋友？可是我有很好吃的糖果，你们想要吗？不想要了，我只是这样子摸摸它。